美术宝一对一是美术宝潜心研发多年推出的美术在线真人一对一教学平台，依靠手机、iPad 等移动终端，即可随时随地接受来自央美、清华、国美等美术专业学府的美术状元及名师的专业互动指导。自主研发的互动一对一真人教学模式，在学生的绘画过程中边练边教，随时指出问题，对知识点进行讲解，让学生的绘画效率大幅度提升，不浪费每一分钟学画的时间。美术宝一对一平台汇集了国内数万名美术名师，根据学员所处阶段量身定制教学计划，让学员接受专业名师正统的一对一真人辅导，培养学员正确的观察方法、绘画习惯和造型能力。那么我们是怎么进行一对一真人教学的呢？一，根据学员的基础，由各大美院的教育专家给出一份详细的测评报告和学业规划，让家长和学员清楚地了解到学员的绘画能力，同时根据学习目的给出专业的课程教学安排，细化到每一节课的课前准备、课上安排、课后练习。二，在系统中根据测评报告优选出适合学员的名师，进行一对一的真人试听课，让学员和老师建立起良好沟通和信任的桥梁。三，预约好上课时间后，只需使用手机或 iPad 连接网络，把相关画材准备好，将我们的专利摄像头夹在设备的镜头上，进行角度和透视矫正，然后进入我们的线上教室，即可开启你的绘画之旅。美术宝一对一教学模式分桌面模式和画架模式两种，桌面模式使用手机或 iPad 的前置摄像头，主要适用于儿童创意画、国画、书法、彩铅等课程的学习。画架模式使用手机或 iPad 的后置摄像头，主要适用于素描、速写、水粉、水彩等课程的学习。四，在上课过程中，老师将课件发送给学员进行讲解和批注，学生在绘画过程中，老师会实时关注并指导。同频功能让学员在不懂的问题上可以跟老师及时交流，老师可以在学员的直播画面上进行批改，或者在老师的画板上进行深入讲解。五，美术宝一对一自主研发的专利摄像头和视频矫正技术，配合毫秒级延时技术以及高清还原图像功能，让学生与老师能清晰流畅地看到对方的画面，就像在学员身边做一对一教学指导一样。六，每一位在美术宝一对一学习的学员都享有定制匹配的专业教学团队服务，团队包括专业教学老师、课程顾问老师、课程规划师、教学管理老师，在每个环节做到全面的系统配合与专业服务。在教学过程中，专业团队会为每一位学员定制专属课程规划，点评课堂作品、跟踪学习进度、阶段性测评以及考学考级等方面的专业规划和指导。美术宝一对一为每一位同学建立了线上作品集，家长可以随时查看学员的全部作品，见证孩子成长每一步。美术宝自2014年创立，是一家垂直的新型移动互联网平台公司，专注于美术和美术教育领域，现拥有美术宝 APP、 微笑、智慧校园、美术宝一对一三大主力品牌，服务于千万用户，获得腾讯、蓝驰、顺为等顶级投资机构总计1亿美元投资，公司2000人的技术及服务团队和线上数十万专业美术名师一致承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在不断践行美术教育事业，还在等什么？开始你的美术宝一对一之旅吧。美术宝一对一个性化定制儿童美术教育，让孩子快乐的多画画，培养和成就艺术才华。